我觉得，最精彩的部分应该是我来到这里乌漆嘛黑。好，你们是讲过了，全部围起来了。这个还有什么？还有 camera。啊。哇。过得到没？这边讲过哎，我哋看到有话要过得来哎。美国？去美国吗？不用过，冇得位。男儿去美国吗？国外冇得。咁样攞几多啊？系啦。慢。哇，好正啊！我哋喺呢度落去，一二嗰个揽过去，都系咁样过嘛。就揾我哋行，我咁样过啊。谢谢主持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走不进，走不进啊！行，刚刚走回去。好。哈哈。想太多了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，就跟着一群大叔爬山了。那时才6:20-6:25，竟然有人已经下山了。哇，这么早啊！没有。My God， 有人已经下来了，现在是6:25呢，有人已经上去五来山，然后下来了。My God， so good！ 哇，他们应该是在4:00就开始爬了。哇，很早啊，你们。我个人不是很 enjoy 在这样黑的状况下爬山，因为沿途的风景都看不到了。哇，下来了！哇，很快！以前有一个亭子没有了，太吓人了。要拆掉了，帆布啊，帆布。这里本来有一个帆布的，我看是给有关当局拆掉了，所以我没有躲雨的地方，然后雨一直下了，所以我看我要撤回去那个桥那边，在桥底下躲雨，顺便煮一个咖啡喝。Yep。今天我可以很方便的说，因为下雨我上不了最高，可是这一次很例外的是，我可以有一点点体会到好像我们的大神阿啾
哦，每次四点起来，然后天还没有亮，就来爬山，然后又下去，这样的一种毅力啊，不是一次哦。咦，没有人，我看我一次过后，我应该不会在这种时间过来。可是他几乎是很经常性的来普兰山了，没有的话也是很早起来，天还没有亮哦，他已经跑完步了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大神级的那种毅力啊。所以今天我来，我不是因为我又再一次爬上普莱山而高兴，而是说我可以在大神级的时间起来哦，体会一下他们做的事情是怎样的。虽然没有上到山，可是我觉得是很不同的体验啊。啊，雨终于停了。所以之前我这边拉不开 ，OK， 所以我拿不出我的那个 rain cover 啊，所以我整个背包很湿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拿着一片肉干放在我的背包上面哦，然后当做有点防湿的作用啊，它在上面嘛顶住。So， 我会在这里吃早餐。所以像 Joe 这样有几例哦，像 discipline 的人啊，几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那种 mindset。 因为我读了一篇文章哦，都说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通常都是四点起来的。为什么四点起来？其实就是一个比大部分人都先做了一些事情，你就是每天你就已经开始赢人的那种 mindset。 OK， 还有如果你想看 Joe's 的雕木汤匙哦，就是刚才我用的那只木汤匙，从一块木到刚才我用的那个汤匙我之前有跟他拍了一个YouTube 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哪里下面的 link 去找出那个 YouTube，或者是在片尾的时候，我会把那个link 放在我的 YouTube 的最尾端。OK， See you next week. So, 刚才讲到 Joe 啊 ，Joe 这样的那种激励啊，那种 self discipline 哦，所以很充分的就可以体验在他所雕的那个木汤匙上面。哇哈！他真的是哦，从一开始我看他，我应该说我取笑他做那个 feather stick 的时候，我找不到那张图啦。我如果找得到啊，那张图将会是很珍贵啊。他的 feather stick 好像是狼牙棒这样子，哦。
后我就笑他。到后来，现在他的木炭瓷的作品哦，已经卖到全世界了。有一次他说他的作品跟他那种心仪的偶像，那种大师啊，雕木炭瓷的大师放在同一个车子，我讲哇，恭喜你，你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人做到这样。他讲不是，我是全亚洲第一个。你看我们新山有这样的人呢。